卖盐的，太咸了。我还有这道的呢，还有这道。太淡了，哎，嗨，还是我孙子做的鱼好吃，奶奶，你这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。您孙子这条鱼还是我帮他做的呢，哪能有那么大差别？他从来都没下过厨，哪会做什么鱼？不是你，奶奶，等我下次学好了，我再做给您吃，啊。怎么了？奶奶，没事吧，奶奶？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拿饭，拿饭，没事吧？鱼刺卡着了，奶奶吃口饭。那我打电话叫救护车。等一下啊，奶奶，手机在楼下，等一会儿啊。奶奶，快点，奶奶，来。奶奶上年纪了，吃饭啊，睡觉啊，都需要悉心照顾。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？爸爸，对不起，这次都是我的错。天然，今天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啊。我公司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嗯，我会照顾好奶奶的。天然，让奶奶休息吧。嗯，好。奶奶，你醒了。这你做的？我点的外卖。哼哼，我就说嘛，你怎么会做菜呢？你还骗我说泽一做的，害得我吃啊吃啊吃啊，卡到嗓子了吧？来来来，把窗给我弄高点。哦，好。哎，好好好好。你呀，就是没人教，所以呢，你才不懂礼数，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，你全都不知道。我知道你不聪明，但你总得有个虚心学习的样子嘛，这样你才会进步啊。你自己就整天迷迷糊糊，事业上我看你也帮不了泽一什么。那你总得把家里打理好吧，把长辈照顾好吧。我们家泽一怎么娶了你这么个笨媳妇儿啊？啊，回头啊，我得说说泽一，太护着你可不行。怎么了？我不过说了你几句，你不好受了？我只是想不明白。哎呀，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？我不明白奶奶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，我那么努力的讨好奶奶，奶奶就是不喜欢我。奶奶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我没有啊，孙媳妇儿，你冤枉我，我没有说不喜欢你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好，不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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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啊，你喜欢唱歌，那奶奶给你唱首歌好不好啊？来，唱那个《三只老虎》，来。三只老虎，三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尾巴。
真奇怪。我们唱小红象吧。好。小红象。小红象。哎呦，这嗓子还真没好。哎呦，天然，让奶奶好好休息，你要好好照顾奶奶。Thank you.